导演，然后我是你们的活物主播大米，然后接下来会有一个就是舞蹈送给你们，然后可能会有一点点的小问题，就是你们要仔细看清楚我的手会生火哟。然后现在那个大家记得把我们的关注都点一下啊，因为如果说你们不点关注的话，一会儿就没有票票了，好吗？宝宝们把关注先点一下，谢谢。哎，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啊，昨天买根枪，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，加啥的？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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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哎，是王哥不？阿王，社会王。啊，昨天买根枪，我也是混社会的，是吧？我也是社会人。有没有加特林呢？加特林就是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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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冒蓝火那个，哒哒哒哒哒。再打电话我试试嘛，我想试试我到底能咋的嘛。试试咋的呀？啊，我买枪。买啥枪？我买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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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冒蓝火那个哒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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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哒。别他妈打他了，没有加特林，没有那个玩意儿了。那我买个打火机。我操你妈！你给我打！我买把短枪，打个结儿没问题的。短枪有没有问题？不行，你买先买九。行，你一把多少钱？我买10把。你买那么多干啥呀？我买完了，你帮我想个办法，帮我给他组装成加特林，最好还能卖蓝火。哒哒哒哒哒哒哒，你把那打火机打都给我挨着房门了。哒哒哒哒哒哒。来，我告诉你地址，北方大西新手营，我在运输船上等你。别冲动，放大王，最后一句话，我最后一句话。我爱你，如果我要的一开始你就没有我，那我就失去了让你纠缠不休的理由。你也知道，我没有对你的故事，也只有你这一件往事。记得够关注，要不我就没有。好了，一个舞蹈的时间送给你们，接下来不要离开我们993，会有我们的川剧变脸，一个特别漂亮的美女兰西啊，然后来到你们的身边。我的手好疼啊，手好疼啊，好烫啊。